大家早安。客尊视为纲常之古礼。我们知道儒家教育的中心就是纲常伦理。儒家强调人性本善，那么这个善它可以统贯所有的德性，所以善的出发点是所有一切德性的落实。那在人的社会里面，儒家强调要回到那个最核心最原始的根本。那所以纲常伦理这个呢都是一种核心的根本。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，在道之宗旨里面，大家早安，客尊视为纲常之古礼。我们知道儒家教育的中心就是纲常伦理。儒家强调人性本善，那么这个善它可以统贯所有的德性，所以善的出发点是所有一切德性的落实。那在人的社会里面，儒家强调要回到那个最核心最原始的根本。那所以纲常伦理这个呢都是一种核心的根本。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，在道之宗旨里面的经文，它有很多德目是重复在讲，那重复的强调，而且呢很多理论的原则都包括了各种的德目，那这些德目呢是相重叠的。那这个呢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些德目本来就是要在教化之中不断地把它 提醒出来，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些修学人，让他知道这个儒家的修行原理原则不外乎这些伦理道德，纲常伦理，从这个纲常伦理之中才能够把自己修学的那个基础稳稳的扎根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视为纲常，那么视为我们上次大略的介绍过，今天要来讲纲常。那事实上呢，纲常也只是一个形容的名词，视为同时也是纲常。那在中国的古德的德目里面呢，纲常是特别把它 指出来，那就是三纲五常。那所以我们看到纲常这两个字，我们会发觉到说，纲呢就是一种纲领，就是一种统贯的那个
源头。哦，就好像我们的衣服，它有一个领口，这个领子的地方呢，你只要抓住了，那么其他的衣服，它那个顺序就会跟着被抓起来。那么你如果抓到袖口，那整虽然呢衣服可以被你抓起来，可是呢凌乱不堪，啊，不像一个衣服。那网子也是一样啊，网子的里面的那个大条的那个绳子，就叫做纲，所以你抓到了纲，就等于抓住了整个网子。那在人的社会里面，这一张大网子，那个纲是什么？纲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三纲，常呢就是五常。那三纲五常的道理啊，是从古时候到现在都一直在强调的。哦，被人家讥之为。